骂的不好，真不好，听不懂，是骂人不骂娘，没劲，就是。哎，正好，一块出门啊？不去。听说有人当街骂我呢。真的？骗你干嘛呀？而且说这人文采不错，骂了好几个时辰了，不太重样的。我不信。 当街骂你府衙早就抓走了，骂人的可是当朝的探花郎府衙不敢管他。那我得歇两句。走走走。哎，老黄，你去干嘛？我看热闹啊。老黄就喜欢看热闹。<笑>不是骂你吗？你这么高兴干嘛？我也喜欢看热闹啊。走。 唐有守道君子，痛人事流毒，怎能袖手安坐？这说的什么？自当愤怒，一味无道，仗义而言，实践无心。林哥哥，结果。是啊。 多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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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
国之礼，诗书典范，皆扫地的。徐骁，老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骂的不好。怎么不好？ 听不懂，骂人不骂娘，没劲。你救我！能我黎阳朝先奉之患，窃国之贼呀！哎呀，出什么事了？我是人呀，你压着我了啊！我马车没有动过呀！你先醒！啊，就受苦了啊！ 我的手也折了啊！我没有动啊！大家都看到了，我的马车没有动过。啊，大家都看见了，我的眼睛被压瞎了。你不是压到腿了吗？这眼睛又怎么瞎了？痛瞎的！这人我认识。老许头，老许头，哟，坑人呐！ 学校的啊，走走走，咱们回家聊去。这儿没烦呢。啊！老许头，人家是当朝探花，咱惹不起。这人，这逗得过人，欺负人呢，这就没错，吃官司斗大运，这还能抬？对，别想。你等等，骂人那小子在哪儿呢？